等等，那我们先去看一下我们的忍者，必须死了，好不好？那我们的忍魂虫男这边啊，应该又是顺利的存到我们这边的这个500个这个币的，好不好？那这边的话，基本上又可以再做一次十连抽。那这个活动只剩下13天了，然后每天的话，基本上这个招募任务啊，都可以就是有一个那个。领取我们这边的那个什么，领取我们这边的这个每日登录，但是这边的话，与被招募者完成5次学长令跟3次学长令，这个一直完成不了，是不是哪一天要先开个直播，然后请这个招募的战友一起协助帮忙啊？有没有那个被这兵招募的这个朋友们，这边这那个好不好？这个出阵一下，下面我们约个时间打一打，好不好？这个不然我这个任务应该解不完了。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500抽。我跟你讲，这500抽如果抽到零的造型的话，我也不用那么拼命了。好，来，终极我们的零 ，Go Go！ 好，啥都没有，啥都没有，解散。哦，这边只有一把金钥匙。哎，莫非就这是就是这一把金钥匙直接来一个？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千鹤传承来啦？单抽出奇迹吗？要这样耍白痴吗？我到现在还没有，就是那个忍者必须死单抽出过哎，不然试试看好了啦哦。来，一字召唤，瑞野池大便泽平德 SSR， 不要做梦哦，这是超难的哦，我的天啊，啊没有，不要做梦。然后最近的话，这个修炼所就是我们今天的话，基本上是全员就是你有的这些忍者啊，修炼所这边的这个修炼碎片都是2倍哦，所以要赶快把握好时间，这是超级无敌超级好的一个东西。然后那个丹青我这次应该是没有去捡的，这个有没有看到？全部忍者都是有这个修炼升级的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弄个一下哦。然后我们这边先把这个全部填满，这个我记得好像是。要打啥是不是啊？打啥大家才会那个是不是？忘记了。好，这边挖满花满，而且这个好像跟别人交易啦哦，要跟别人交易。然后第五个，哎，有没有五？有一个五的，好像就没了。然后四的这边蛮多的。OK， 拿一个这个文石，拿一个这个100%的话会有这个哎星羽瑶的这个雪舞造型哎。不过我们基本上还有那个啦，还有那个。还有蛮多那个时间的，应该可以拼一下。我们现在应该是缺三啦，好不好？我们现在缺三，那位三的话是什么颜色？我看一下，三的话好像是这是什么颜色啊？金色。OK， 好，好险啊，上面有血，不然我真的是完全不知道啊。这个是金色吗？老哥，看不出来这是不是金色了？应该是的，好不好？拜托，给我30个金色，会不会太夸张？我们后面还没有拿哎，可是我觉得只要先拿到100%，然后那个造型应该就没啥问题。然后忍界藏宝图就是这个，然后故事第10章也看过了，这个我没看过了。好，那今天的话就继续从我们这边的这个第7章的哦，这个是高星挑战了，应该没有啊。隐忍，有我达成了，我们可以从第8章开始了。但第8章这边的话，应该就是那个哇。王八蛋，断头仔出发！完了，这个超难呢、欸。哦，断头仔来啦！鹰剑真的蛮帅的。哟呼！哇，武士成人，拜拜了。超帅的、欸，全部被砍烂了。嚯！开蒙啦，杀烂！开始，这个是神秘人，对不对？那个好像就是神秘人的。然后1天前，武士城剑炉，哇，断头仔！めちゃくちゃだよ。断头仔！厳重に警備されていた剣炉がこんな風に破壊されるなんて、さすがに思ってなかったな。哎，大家都很乖，都没在这边剧透。中で何かあったみたいだ。对吧？大家人真的都很好。但是又到了这个。断头仔环节，哇！哎，这关其实真的还蛮难的。他们当初1周年的时候有说会降低这种我们这种就是没办法玩到自己忍者角色的这个难度了，不知道开降了没？因为我记得我当初跑这个的时候也是跑了很久啊，也没有很简单啊。哎，好像有哎、欸，不知道怎么烧都不太会痛啊。因为每次自己的忍者的关卡都还行，
啊，玩到这种就是你没办法控的忍者的时候，妈就直接死光光，那是真的超级无敌难大挑战。之前我记得烧一下好像是烧非常非常多的，然后这边还有这个流星，流星雨要来啦，待会有没有？因为这边都还行，尤其是那个什么精英的模式吧，是超级无敌夸张的，有够瞎瞎里啪啦劈懒的好不好？哎呦，有没有看到？我现在被烧，其实你有看到这个血量，已经不会像当初那么的夸张了耶。确实啊，有在弱化一点。可是我们好险，我们之前版本有玩过，就是很难的，至少我们有挑战过自己了，现在不需要了。我记得以前不是这边都会掉陨石吗？啊，来了，现在有了。我们之前就是被打烂耶，你看现在不会了，看现在你自己看，我这边全吃好像都还不会死哎，完美哦，你看嘛，全吃好像都不会死哦，而且这个回血速度超快的哦，可以耶，那容错率超高，那我是希望啦，好不好？希望打那把剑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啦，好不好？拜托了，希望是打那把剑的时候也是这样。我记得真的是有弱化许多，要不然就是我们忍者有强化许多。应该是这样子。Yuhu！ ここは黒竜洞より比黑龙洞还要热哎、欸。可是你这样就看起来好像这个无面超级强哎、欸，这无面超级强怎么还会被砍头啊？怎么会这样啊？你怎么啊？应该他是那个啦，被拔完阴剑，我来了，剑无所谓。但是被拔完阴剑，这个准白队长直接砍头，他说你是，头就没了。而且我们之前就是在那个什么、啊，在那个什么、啊，就是神秘人那个系列的时候，因为也是用他里面的那个角色，也是用了超辛苦的，所以现在应该是也是可以轻松过了。哎呦，那这次应该很快就可以直接到沙克了，我感觉了。来了，各位，看这次就知道了。这是我当初打世界无敌久了，你知道吗？这只这个剑弩守卫，妈超级无敌难，妈难极点的，你知道吗？哦。有哦，好像还行哦。你看，重点是我们这个回血速度很快啊！耶、yeah, ，我的无面终于不用卡关了，各位，就真的有变比较简单了，各位。你们比照一下之前那个影片就知道了。我现在这影片卡大哥也有那个吧，也有个那个三四级吧，是吧？这卡了也有三四级。就算你会闪也没有用，你知道吗？之前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只要被碰到一下，你基本上就要死光了，各位。哦，真的是，妈之前打他的时候真的是好辛苦呢。你看，我现在真的是轻轻松松，没有那么夸张，舒服。哎呦 ，OK， 哟吼！来，开头哦，没有哎、欸，我好像没看过哦，我好像没看过他这个战斗机模式哎、欸。好，然后直接变超级战斗机、欸。哦，而且他旁边还会有这个小火球，有啦，真的变轻松很多，好不好？真的是万分感谢官方，要不然我就真的超难的。普通のやり方じゃやっぱりダメか。仕方ないな。哦，啊，要开始那个喽。还是风的这个招式啊，无面。有哦，有哦，你看我们这个伤害非常显著。有啦，变比较简单了。碎啦，这样才对嘛。终于不怕卡关了，各位。哇！他要被卡走啦！好快哦！我觉得那个时候他把他用很难也是可以的，因为他把他用很难的话，才可以让他就是那个你知道吗？让他就是比较多的那个戏份。剣炉を取りにするなんてね、面白くなってきたじゃない。神秘人。遊びはここまで。早く降参しろ。この音。誰かが戦ってる。哇，邪影在打神秘人呢。確認すれば。可以啦，好不好？好啦，我们这边
就先停在这边了，不然里面要挂了，各位。